賽，體重65kg，曾經喺 AMTHQ 大拳錦標賽攞過兩個 champion。三分鐘的賽，一分鐘休息，拳腳爭濕都打齊，全太泥。最重要，聽我指令。搞亂啦，跟翻自己節奏，打到我，跟住呢個節奏啱啦，知唔知啊？中佢計啊！佢就係想你儲，深呼吸。You and your brother are loser.爆肝，會肚鼓到痉挛，即刻唞唔到气。好大
对跑。我知你盡咗力嘅，我唔想你有危險，你明唔明啊？之前拳手輸咗，你有冇唔開心啊？我有咩所謂啫？最緊要有場好 show 底，精彩啊！天下的事，泰拳慈善賽冠軍係屬於贏冠軍。掟咩毛巾啊？阿峰都系为阿南好啫。阿南而家又话要投降咩？佢凭咩同阿南认输啊？阿南伤得咁犀利，唔通趁个徒弟俾人打死啊？你又知佢唔得，你唔俾佢逆转胜噶？阿 Man 都系戥阿南唔抵啫。阿南本身唔使输噶，而家佢输都系因为你啊！你讲少句冇人话你哑噶，你知唔知当时情形几危险啊？我有讲错咩？乜大家唔想阿南赢咩？个个想阿南赢，赢都唔可以冇咗条命啊！佢可能顶到咧。佢上次咪因為係咁樣頂，練咗咁耐先嚟放棄，好唔抵噶嘛？咪就係咯，上次新星賽佢都頂到啦，仲贏埋添噶嘛？上次得唔代表今次得㗎？其實受傷呢啲嘢可以可大可小嘅，一拳打埋去，啲內傷係睇唔到嘅。但拳證都未嗌停，佢頂唔到嘅。係想佢打，喂佢教練有權咁樣做，亦都有必要咁樣做。阿南啊！